第二集《致永隆时代》有我 Cedric 容靖恒。天知道我对不对，最初入嚟做就系22岁，年纪小，狂想多会受罪。细个嘅时候觉得几型噶，即系揸住架咁大嘅车，载住咁多人。我嗰阵时一话我要去试下去考啦，试下做咧，好多人都好惊讶嘅，吓、啊、好辛苦噶噃，唔好做啦咁样。明白宏愿像天堂，疲惫时候或迷失方向。第一次载客好紧张嘅，真系有次试过行错路咯。咁我出站就应该要直行嘅。但我嗰下咧，真係好似係上咗一個軌道咁樣轉咗右，即係諗大鑊啦。失望亦從不沮喪。